那你们音乐课老师会教你们要唱歌吗？会哦，你们也会。那这题很简单，等一下我们要跳的歌叫做好心情，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好心情大声的唱出来。等一下姐姐会说一起大声唱，你们就要说雨雷，手头要这样子哦，像指挥家一样，我们一起试试看，预备的一起大声唱雨雷。然后呢，它第二句不一样，叫做雨雷哦，你们会吗？预备的一起说雨雷雨。那最后一句有点不一样，待会跟着姐姐唱，你们就会了。妈妈上来了，被小亮的歌声吸引过来了耶！哇，太厉害了，小亮绝对有魔法。默默，你怎么了？你觉得你是静悄悄出场吗？真的？你这么大只，大家早就发现你了。好，小朋友们自由礼貌，鸭舌双举高高，一二三，说默默你好哦，一二三，妈妈你好。对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要直接听小朋友唱歌 ，OK 吗 ？OK， 来问问看小朋友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准备好的小朋友，小小变出一个舞，一起大声的倒数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心情。Shining, shining, hey, hey, young king.